俗语讲，查甫人上惊选唔着行，查甫人上惊嫁唔着翁。结果我咧串惊串着，拄拄啊好嫁着一个爱啉爱博爱查某的翁。这段故事就位45年前讲起，我家隔壁住一个少年啊，大家拢叫伊老三，是一个做水电，阮老爸是有够介意的啦。厝边隔壁十岁狗卡床，甲阮老爸讲：伯啊伯啊，你来你来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个老师三不五时都是庙口跋筊，说不然这样有闲就跟朋友喝酒，边还有妹仔在勾勾钱，不通不通。我老爸说，大波人的跋筊代表草较好，会饮酒代表身体好，头坐好，老伴暖。边啊有妹啊，哥哥甜，代表人缘好。听阮老爸，十七个老三乌罗甲会得志。我相信阮老爸眼光一定袂正常。有一天，我就去工地操看这个老师做工去，哇，穿破鞋，我一身躯的长官啊，老公腰两斤的，这一定是老烧成骨的破病啦。这个老师雄雄说找我洗目尾，让我心中噼啪噼啪跳。我煞来闪着伊的前八卦，而且还袂消化，亲像这么好的对象，恁讲若是去予人抢去，要安怎？恁讲要安怎？我着想一个办法，先下手为强，恁讲好无？我就来一个西厢记，莺莺找张生。半暝啊，我就偷偷啊、悄悄啊爬墙仔过去，去伊房间内，把伊好锁了壳，藏起来。伊伫眠床内。足伤心的，找着被单讲，我失身啊，要安怎？我是一个足有责任的人，为棉被来牵起伊的手，我当天就抓，我无嫁，你无娶，你我之间是天作所设，不是地主作业。就是这案，我就在我一生的幸福，这是伊青春的肉体。就安尼，就安尼，我得着住啊！讲我选翁得着住，阮翁选我嘛是同款得着住。想当初我甲阮翁咧拍拼时阵，家只拼爱一个。手骨搁牵三个，斗阵去工地做工去，扭电线，目睭嘛着看悬，搁看低，搁看囡仔，走一岁。若想着这段日子，我亲像一台54岁的奥多麦，加50块的油，一个月吃袂完。省油、耐水、耐操、耐喷，搁袂清乌烟。爬山哭哭叫，无惊摔摔叫。我唔那安尼，我阁亲像一台全自动的洗衫机，正冲做出，正冲做出，有够够做工去的啦。是咧侮辱我家己。阮翁会当娶着我，伊嘛是同款，这就对啦。
我结婚45年啊，当然有快乐，嘛有困扰，但是我拢有一个足有乐观的心态来面对我的人生。那是主就好的，我会感谢天公伯啊，对我的疼痛。那是无好的，我会自家己讲，这是小欠债。人讲卖花讲花红，卖茶讲茶香，唔是我咧侮辱阮翁，阮翁是一个足骨力打拼，靠着伊个双手，一支片子一支落来吧，打拼做工课，为着无囝，你六岁，咪，搁较臭。唔知。一年一个，四年就四个。各位朋友啊，其实咱每一个人的选择拢是在制度，只有调整家己的心态，好的感恩，无好的嘛是在讲多谢啊，小赞的。上尾一个选择，就是爱哦，做恁所爱，爱恁所得，无论是因讲话、家庭、事业，咱拢一定会做做主。主持人。